装笔挺的招牌扮相，加上丰富的脸部表情，还有形影不离的泰迪熊玩偶，哎，这不就是憨豆先生 Mr. Bean 吗？ Hello。虽然相似度极高，但台上这位啊，并非憨豆先生本尊，而是模仿艺人费肯·鲁瓦利。他今天在沙拉越会议局的邀请之下，前往古晋宋庆海小学进行免费表演。只见他惟妙惟肖的肢体动作和逗趣搞笑的表演，不仅令师长和学生笑声不断，更令原本羞涩的小学生在经过他的带领之下都跳起舞来。